新命记第三十二章一节，这个天啊，都阿兄，我要讲话，愿地也听我的嘴所讲的，我的教训要亲像雨降落，我的话要亲像露水滴滴，亲像绵绵的雨落伫幼幼的草，亲像甘霖落伫蔬菜。三十，我要宣传耶和华的名，恁着将大德归乎咱的神。伊是磐石，伊所做的是完全，伊所行的拢是公平，是诚实无假的神，佮公义，佮正直。五十，这个怪癖顽巧的世代，对伊行事邪僻，有这个弊病，就毋是伊的惊疑。无望无地的百姓啊，恁安尼报答耶和华吗？伊敢毋是你的老爸，将你买来吗？伊是创造你、建立你的。七十，你着记得古早的日，思念历代的年。问你的老爸，伊要支持你；问你的老大，伊要甲你讲。至高者将地业赐予列邦，将世间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效益，立定万百姓的界限。九十，耶和华的魂本是伊的百姓，伊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拄着伊伫旷野爬远野兽嚎叫的地，就为着伊看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十一站，佮亲像鹰鸟拿伊的兽，伫鹰仔囝的顶面两翅展开，会翅接鹰仔囝，再伫是高顶。安尼，耶和华家己引带伊，也无外邦神佮伊同在。十三站，耶和华予伊徛伫地上悬的所在，得到食田里的土产，佮予伊对磐石中树蜜，对火石中树油，也食牛的奶油，佮羊的奶，肥的羊仔囝，巴山所出的甘绵羊，佮山羊，佮上好的小麦，也啉葡萄汁的酒。十五节，但亚述人渐渐肥，粗壮，光骨。阿爸就离去创造伊的神，看轻救伊的磐石，敬拜别的神，激动神的道行，行可恶的事，惹伊的生气。十七节，所祭祀的规模也毋是真的神，就是平素所毋捌的神，是近来新兴起的，是你列祖所无敬畏的。十八节，你无孝念生你的磐石，未记得生你的神，耶和华看起伊的惊异，激动伊，就厌恶因，讲：我要对因黄面，看因的结局怎样。因本是极怪癖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惊异。以前因用迄个毋是做神的，激动我的道心，用虚假的神惹我的生气。我也要用迄个毋是做百姓的，激动因的道心。用愚妄的国民惹因的生气。第二节，因为伫我生气中有火倒起来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将地甲地出产一尽拢烧，山的地基也烧倒。第三节，我要将火焰聚集伫因的身躯，将我的箭对因射尽，因要因为妖恶来消散，受炎热甲毒症吞灭。我要找野兽用嘴去咬因，甲途中巴肚行的用毒气来害因。第五节，外面有刀剑，内面有惊吓，予人死亡，予少年查甫、在少女、食冷的、白头毛的，尽拢灭绝。第六节，我讲，我要将因四散伫远远，予因的名号对人的中间除灭。总是怕受敌激动我，只怕敌人误会，讲是阮的手的能力，并毋是耶和华所行的。第八节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是无计谋，心中无聪明，愿因有智慧，会明白这个事，请思念因的结局。三十节，若毋是因会搬石卖因，若毋是耶和华交出因，一人怎样会对赶因千人？
两人怎样会好万人逃走呢？照咱的修德，家己断定，因会搬石，无亲像咱会搬石。32节，因的葡萄树是所得玛的葡萄树，我无力田园所生的，因的葡萄是毒的葡萄，规趴拢是苦的。因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恶蛇残害的恶毒。这无拢是积住伫我家，封闭伫我的户口中吗？35节，因失卡的事，心愿报应在伫我，因为因拄到在下的日子近啦。迄、那个要临伫因身躯的，要紧紧来到。耶和华看见伊的百姓，气力已经无去，无论屈缩的、自由的，拢无留落一个，就要为因伸冤，因为伊的仆人后悔。37节，伊要讲，因的神，因所挖去的磐石，就是一向来吃因祭牲的脂油，啉因奠祭的酒的，伫倒位呢？伊通兴起来帮助恁，保护恁。39节，恁现今就知，我只有我是神，除我以外，并无别个神。我予人死，我予人活，我损伤伊，我也医治伊，并无人会对我的手中救出来。40节，我仰天举起手讲，我举我的永生来咒诅，我若抹我光那那的刀。手掌审判的官，就要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怨恨我的人。42节，我要付我的钱，淋血到罪，就是受胎受裂的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就是受敌中首领的头的肉。43节，恁外邦人就甲主的百姓相甲欢喜，因为伊要为伊仆人流血的伸冤，报应伊的敌人。清洗伊的地，救赎伊的百姓。44节，摩西甲伦的子约书亚去将这个歌一切话念予百姓听。摩西对以色列的众人讲明白这一切话，佮讲我今仔日所警告恁的，恁拢得藏伫心内，也得吩咐恁的子孙接受来遵行这个律法的话。因为这不是空空跟你们无关系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到作业的地，要因为这个事日子得到久长。48节，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去这个阿巴林山中的尼坡山，在摩押地跟亚利哥山对，观看我所要赐予以色列人作业的迦南地。50节，你要死在你所上去的山，来归你的列祖，亲像你的兄阿伦死在何尼山，来归伊的列祖一样。因为恁在神的旷野，加地斯的米利巴的罪，在以色列人中，无准我作圣得罪我。我所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你通远远的观看，总是未得通入去。